遇到突发情况，记住保持冷静，立即使出应急三式。第一式，熄灭火，学识正确使用和保养消防装置及设备，留意摆放的位置。第二式，熄自救，在安全情况下救人自救，提供社区生命支援。第三式，熄逃生，预先计划逃生路线，疏散去安全地方。应急三式任何人都要熄。想知多啲，即刻上消防处网页 hkfsd.gov.hk 睇下啦。